是我们公司的赠品，再给你。姐，这很贵吧？不会啦，像我们公司的赠品样品本来就不用缴环保费，便宜便宜的啦。哦，谢姐，有你真好。在这次的案例中，我们发现姐姐的公司没有申报样品及赠品的回收清除处理费。因目前容器类责任物的列管范围并无排除样品、赠品、试用品及展示品，责任业者如有制造或输入样品、赠品、试用品及展示品之情形，请记得申报及缴费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及立本台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关心您。